我测试给你们看，他可以打的话可以锁地，所以现在就是等他放完招式，招怪。来，果然这一撞重打了。 哎呦，还是会痛，不小心，这一撞对我来说不太喜欢。哎，哇！哎，被烧了，被烧了，被烧了。对，应该偶尔也要换一只，好不好？不要都依靠亚特鲁。 我，拔刀，拔刀，救你们！拔刀，没问题，拔刀，过，再来啊！ 哎呦，大龟龟，大龟龟！师傅的奥义！喂，逆着塔，逆着塔！ 过，别小看我们啊！你在中毒哎，中毒的很毒吗？解个毒好了。哎，啊，被砍了！呜，牛头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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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哦！我拔刀，滚！ 哇哇哇哇哇哇！牛头人算你厉害！喂，又来了，盯住他！哇，哎，牛头人很猛哦。 过，我把历来所有的怪重新招了，然后让我们再打。他干嘛很开心？咦，翻跟斗哦，穿装备啦！新的 boss， 新的 boss， 好恶心哦，像虫虫哎，万物的根源，造死的生命。 我们生命的起源，你也弄得好看一点好不好？很丑哎，就卖哎，哇，好美哦！刚刚这里就像是什么黎明前的黑暗，总是特别的黑。打完它之后，美好的明天在等着我们了。来，拔刀，拔刀，拔刀！ 我们一直都是克这个，还没有克过这个。大招不是大招，技能一直放啦。喂，哇，妈的妈的，喂，把丹娜给我还回来。 啊！不要后退啊！开什么玩笑！我不怕你，砍死他！不砍！妈的妈的！不行！
지지성! 오! 해도 왔냐? 와! 你就这点攻击力而已吗？打不赢我们啊！只要他放招的时候，我们同样开启技能，减少伤害。这就是亚特鲁硬打战法。哇！硬碰硬，亚特鲁没有在跟你畏惧。 我们可是要把丹娜，哎呦，丹娜带回来的男人，这招其实几乎可以一直放。喂，不要停下来，持续的砍。 哦！再来啊！好，克，不管，冲！我可是亚特鲁，永远不会后退，只会前进。 哎，这靠大的被打倒了，拔刀，砍掉他这个血，技能练满，换这招，不只是亚特鲁，我们秦安也很强。 跌倒了，用力打，疯狂的搓搓搓，啊！小萝莉也很强，喂，滚进来。 左血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打头，打头就对了。喂，血还 OK 吗？还可以啊，可以再承受一次伤害，而且那个道具没了，我们就干嘛？再吃一次。 真心肉酱面，一切只为了丹娜，真心为丹娜。等下应该换其他人开个大，我再砍你，砍得你不要不要了。喂。 你以为你有护盾了不起啊？直接砍进来！砍你！砍你！砍爆你！我砍！我砍！我砍！呜！怪兽走路。 喂，我砍，再砍，砍爆你！想干嘛？喂，没问题。又跌倒。 来吧！
换他来搓搓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有些滴血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尊重一点哦。哎，继续搓，持续的搓就对了。头给我下来！哎呀，这个搓真的，你看超强哎，很容易就让他晕了。两次的晕都是靠我们的女角。呜、哦，被弹飞了！嘴炮攻击，哇、哦！你把我打倒，我还会再回来。吴、杰。小心，稍微。我想说稍微注意一下血量。站着跟你打。还是要补个血，好吧？我们刚拿到很多的那个果实，吃果实，吃果实。哎、欸，其实没有很多哎、欸，直接连吃了，没关系，吃，吃饱吃爽。不能换人的状态，换人换人。李哥堂，好忙的招式。干嘛？不是一滴一滴？刚那两下一滴一滴怎么回事？李哥堂，你可以说清楚讲明白吗？哎、欸、呀，他也是尽力了，好不好？继续说，戳死你！人生的一切就在于戳，戳戳戳，最后。当然要由我们的亚特鲁来收尾，冲啊！不晓得弄到什么状态了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全状态解除。谁管你？谁管你是谁？技术啊！我继续砍，我拔刀，我。就是要打爆你，好吧？其实没有很困难，搓就对了。哎、欸，料理好爽哦！技能狂放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！而且我们亚特鲁的那个饰品有没有？还让他一个，对不对？那个是什么？练技能的，我们刚刚技能都练满了。哇，不知不觉十点了。真的是一眨眼就过了，我们持续看下去，好不好？持续看。对啊，到了深渊，看到了这一切，打完这一切，为的是什么？感谢棒棒糖，随时随地都在的。果然是比较升格成我们的想象，哇！他穿上了婚纱，要嫁给我了，他太 beautiful 了吧！新たに我が眷属に加わった進化の女神ダーナです。是不是已经脱离了人？刚刚有没有想说人跟神的中间，对不对？也算是对。大地神跟人的中间，那是什么？进化女神丹娜，所以在人的存在就是消失了，因为她已经成为神。那你应该一开始就可以出现了吧？女神だって？
女神娜娜，也抱得到。那个，那个好，换我了，换我了。